OBD2 故障代码技术说明02传感器电路未检测到活动，阻抑传感器3是什么意思？该诊断故障代码 DTC 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，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 OBD2 的车辆。尽管是通用的，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、型号而异。催化转化器用于控制排放。排一位置3上的 O2 传感器在转炉后部，并监控催化剂效率。PCM 动力总成控制模块通过将后置式 O2 传感器与前置式 O2 传感器进行比较来实现此目的。O2 传感器是四线传感器。PCM 为传感器提供大约半伏的参考电压，还为加热元件提供传感器接地和12伏的电压。第四根线是加热元件的接地线，传感器中的加热器帮助传感器更快的预热，从而使发动机更快的达到闭环。传感器根据排气中的氧气含量改变提供的参考电压。氧气传感器能够在 0.1 伏至 0.9 伏之间变化。稀薄的排气产生低压，并导致提供的 0.45 伏特下降。浓排气产生高压，并使提供的 0.45 电压增加。预催化剂氧气传感器可在低压和高压之间快速切换。但是，后置式 O2 传感器的开关速度可能会慢得多，并且变化不会太大，这是正常现象。如果传感器没有响应，或者给定时间内开关太少，则可能会设置 P0146。症状 P0146 DTC 的症状可能包括5月没有故障指示灯，可能怠速或行驶不佳，燃油经济性可能降低。原因引起 P0146 编码的潜在原因包括电池阻抑、位置3、O2 传感器不良接线问题、线束融化、损坏错误的 PCM。 可能的解决方法1、启动发动机，使其达到工作温度。使用扫描工具，观察 Bank 1位置3 O2 传感器。如果它不在 0.1 到 0.9 伏之间移动，则将发动机 RPM 提高到快速怠速，然后重新检查传感器电压读数。如果现在开始切换，则传感器可能会变慢和或间歇性的进入休眠状态。此时更换传感器将是一个好主意。目视检查 O2 传感器是否被污染等等。如果您怀疑它被冷却液或机油污染，请更换它。一个。但是，如果在增加发动机转速后仍然无法响应，请关闭发动机并拔下1/3 O2 传感器的插头。在 KOEO 发动机钥匙关闭下，检查电池电压和氧气传感器加热器元件是否接地。如果加热元件没有电池电压，则可能导致 O2 传感器休眠，并且开关不正确，这可能导致 P0146。因此，请首先诊断该问题，通常会出现其他代码。B。如果加热元件通电且接地，请检查传感器接地。如果是，请在传感器地线和信号线之间连接跳线。现在1/3 O2 传感器读数应该很低。如果是这样，请更换 Bank 1位置3 O2 传感器。C。如果在连接跳线之后 ,O2 传感器的读数仍然保持阻塞，则检查是否存在接线问题，线束是否接触排气部件或连接器是否损坏。必要时进行维修，然后重新检查。D， 如果没有发现接线问题，并且在安装跳线后扫描工具上的 O2 传感器读数没有变化，请重新检查 PCM 连接器。如果仍然没有变化，则 PCM 可能有故障。